大家好，我本来想今天应该我们早早就可以结束，没想到我觉得我现在太天真了一点点。说这些废话其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那我不如用现在目前到的状况，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最后会做到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呢，我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做这些事情。假设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不好的圈呢，就是希望跟稀土，不是两个不好这样，把不好的区域包在里面的圈就是希望跟稀土。假设只有两个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下面要做的事情呢，就会把它连回去最外面的那个外面，那这一条线呢，就会 C2，那应该叫做 L3 啊，那个反正如果有 n 个点的话，这个叫做 Ln 加一，就连回去，连回最外面的那个 C 大 C，然后这个点呢，当然就会照我们的惯例，我们从外面连过来的点就叫 W 系列，这叫 Wn 加一，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又会有一个 path 是这样走的。哎，等一下，顺着它的方向，顺着原来方向，哦，顺着它，哦，记零到这样，这样才是原来方向。哦，好，随便，反正都可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就会找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好，就这样。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path，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 path 很好，哎。这里面都没有不好的区域，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做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然后这边这个，等一下，哎，所以我们走的方向你就会发现都要反过来走，因为我们要最外圈要顺着原来的西的方向。哎，等一下，不要换色，哎，这样。所以这一个是这样子，然后要走的时候，这边要先走这个 star 方向。哎，这边也要走 P2 star 方向，这边也要回去走这个 PL star 方向，反正这样走回来这边，好，它会连成一个圈，这个圈非常的好，这个是 simply connected，非常好，好，就它里面的 region 是 simply connected，非常好。然后呢，另外一边怎么样呢？另外一边呢，就会剩下来那一边呢，就会发现说，哦，剩下来那边就走另外一边的那个剩下来的这些 C 的另外一个部分，到时候我们会叫做伽马 two 啊。好，然后这样子走过来，然后这次是顺着走过来这个，然后走过来这一个，走过来这个是也是负的啊，没关系啊，无所谓，反正你知道会走就好。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绿绿红红的在交界的区域刚刚好都会消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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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会剩下只有圈圈，就这样。好，重点就是这样子。好，所以现在我们准备要看这件事情，我画的方向应该没错吧？好，就这样。对，好，然后两边都是 simply connected，所以两边的积分都是零。啊，我们就是要用做的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刚刚我们到 C2 嘛，然后就要连到 C3，然后 C3 我们就要说我们可以一路下去了，做到 N 为止。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把我们未尽的事宜写一下。有点紧张，等一下会不会没有水？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C2 结束吧，C2 结束，对，然后再一次，根据定理。3.7.1，我们的 Omega 减掉目前有的，首先呢是从那个外面的大 C 连到 C1 上面的 L1 Link 1，然后呢再来一部分的 P1 C 大 C1 的一部分 P1，然后再来是 L2，再来是 P2，这刚刚也看得到，它不是 close，它是 simple，就它没有就自己跟自己没有交集，但它不是 close，就这样。好，然后呢，它是那个这个呢是，所以 omega 扣掉它的时候，它还是一个 region，意思就是说它还是 connected。我们要的就是 connected。为什么我们要 connected 的？所以呢，这个就存在一个 simple。Polygonal path，
然后它是不会交到前面的那一个 path 的。L1 连级 P1 连级 L2 连级 P2 就是这样。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我们再把 L3 再加进去了以后，它还是 simple path， 就是这样。应该就比较正确是这样的。那说 disjoint 听起来怪怪的，因为这个 P2 的最后一个点它其实会连，它就是 L3 的起点，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把 L3 连接进去了以后，它还是 simple path， 就这样。好，不管怎么样子，反正我们就有这一个，然后这一个L3 的作用呢，就是要从那个 G2，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最后一个点 C2 上面的最后一个点要离开的那一个点，就是 L3 要做的事情，就是连接G2 到一个点，W3 它是在 C3 里面。好，就这样，那你就发现都一样。好，所以我们相信大家也没有想要继续看下去了，我们就假设我们已经做到最后一个 CN 了，所以就继续下去。有没有人想要看这边？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做到最后呢？那我们就做到说，在 CN 呢，在 CN 上面，就是在最后一个圈圈上面 ，find， 是有够差的，再写一次。就是 point WN， 就是连过来的是 WN， 还有呢，再走一点点在 GN， 这个都是在那个 CN 上面的点，就这样。好，那最后一个连完了，现在呢，现在我们就是要那个，先把它说完哈。那所以有 PN 就是从 WN 连到 GN， 然后走的方向是那个 CN 的方向，就是这样。WN 到 GN， 就是连过去。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C1 到 CN 的那个路，该走的路全部走完了，我们现在准备要连回最大的那个圈了哈。好，然后对不起，这个还少说了，这个要进行的方向要跟原来的 CN 是一样的。Direction of CN， 好，就一样，这个就跟前面一模一样。好了，终于我们现在是完结篇了，所以呢最终章，所以就是终于在最后一步呢，我们就要 GN 到什么东西呢？到一个点是 WN 加一。然后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 C 上面，就是连回去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它再连回大 C 上面去，就这样。
然后呢，要怎么连呢？再一次，再一次哈，又我们这次不用再一次啊，用同样的那个纠的废话定理，就是扣掉一个不是simple， 但是不是那个 close pad 的时候 ，region 还是 region， 就这样。好，用这个伟大的定理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连接。然后呢，这个连接它并不会教前面的那些 pad， 它不会教，要从 L1 开始 ，L1P1、L2P2、LN、PN， 然后到 LN 加一，不会跟前面相交，就这样，就一路走过来，就这样，好。在那里 intersect。G0 GN， 就这样。好，他并不会教这些。那你就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对，没错，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呢？这个不会教这边，然后 passing through 就是 W1 G1 W2 G2， 一直到 WN。 好，大家好，现在我们该做的事快要做完了，我们已经连回到原来的 C 上面去了，已经终于 连回到原来的 C 上面去了。那我们现在那个如果再从 WN 加一连到最前面的 W0， 我们就完整的连回去了，就这样。